搭直升机垂降好帅气，一人内心超惊恐。我就要从直升机上面两只手抓着那个很粗的麻绳垂降下来，抖的皮全部被磨掉，教官的嘿嘿要戴手套，又上去了，跳，好痛，要戴两层。我是跟胡瓜坐直升机，我告诉你，真的腿都软，往淤泥一样绕，我就很怕那扇叶打到了肩膀，我还想太近了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